各位美丽新世界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吉祥。我之前呢有一位太太哈，其实这位太太呢，她也不是学佛的人，她是天主教徒啊。那么她就好像心里着急什么事情啊，就到这个多伦多佛光山到我们的道场来，说她找我问一个问题。她说她的儿子是高中生啊，放学就回到家问她说，妈妈，如果我们人到最后都要死。那我为什么这么辛苦的活着？我为什么这么辛苦的学那么多，然后经历了很多之后做的那么辛苦之后最后还是死啊，我最后都要死，那不如我现在就死是不是比较好？哇，这个妈妈被他一问，突然间她说她不晓得怎么回答他啊，所以她匆匆忙忙赶到道场来啊，说希望我教她怎么回答。这个让我想起在过去日本有一位首相叫做陆奥忠光，他是一位也是在日本历史上也是了不起的政治家。那么 在他的这个政治生涯到这个可以讲说是这个最顶端的时候，他这个最小的那个女儿呢生病，就在他这个小女儿已经就是到临终之前了，躺在这个病床上奄奄一息的，就问他的爸爸这是已经是在全日本因为这个首相就是说除了这个日本天皇之外就实际掌权的最高权力人物了他这个女儿呢临死前问这位最全日本最了不起的最有权力的人说，爸爸，我为什么要死？人为什么要会死人死了之后会去哪里？所以这个做爸爸的这位权力最高的人他不晓得怎么回答他的女儿他就说这个人为什么要死，人死之后去哪里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常常看你的母亲在礼拜观世音菩萨我相信他所礼拜的观音菩萨会带你到一个很美丽到一个幸福的地方去你就跟着观音菩萨去所以他的女儿听到爸爸这样讲之后闭上眼睛含笑而终像 这两个一个是现代的我们在西方国家的一个男孩子问的问题，一个是在东方国家在日本一个这个年轻的女孩子问的问题，他们都要问人为什么要死，人死后要去哪里，他们要问，他们都年轻人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您会不会也要问呢我希望大家对于死亡这两个字呢一般呢我们华人吧很忌讳去谈这个字眼总觉得这是不吉利不吉祥是触眉头等等你避而不谈而最终要去面对的事情这不是很坦白讲叫很愚痴吗就最终我们都要去经过这个过程，而我们不去认识它，也不准人家来讲，你自己也不想听像这样我觉得是不需要这样做的最好正面，像这年轻人他要正面去认识它那么我要怎么去回答他呢？就是当然不是那位首相问我，是这位这个女士来问在问之前我要先举一个郑时延老师他提过的一件事情，他諮商的一位这个女士那么这位女士呢她就讲她说她是有那种濒死经验就濒临死亡的也可以讲她是经过死亡的这种经验的人怎么回事呢这位女士呢她就是因为病然后就可以讲叫断气了，那她这个时间呢在我们现在看呢就是应该是就是刚进入死亡的那个阶段那她死亡之后呢她的意识真的去到极乐世界
他说他看到极乐世界，哇，那个恢宏的那个大大红门呐、啊，他说有扇大红门，他就去拍门，他知道是极乐世界，开门呐、啊，开门呐、啊，哈、啊，哎，门打开来了，啊，哎，阿弥陀佛站在那里，哎呀，他很高兴，可是呢，阿弥陀佛没有让他进去哦，就问他你是谁啊？那这位太太呢就说，哦，啊，弟子啊是啊某某人啊，姓什么叫什么这样。阿弥陀佛呢就摇摇头说，我是说你是谁啊？哎，哦，原来讲这个姓名不是答案呐、啊。哦，他想想啊，对呀、啊，他嫁为人妇嘛。他说，哎，弟子呢某某人啊，嫁给谁为妻啊？啊，这个弟子的啊，这先生呢啊，他是做市议员的，他是啊怎么样哈、啊？好，讲完了啊。身世都交代一番，阿弥陀佛呢、啊、还是摇头说，你还是没有听懂，我是问你是谁。这个太太就想啊，嫁这个嫁到哪里去啊，这个家世身世如何都不对劲啊，都不是答案。他就说，那弟子是这样的，弟子呢啊生前呢 啊, 啊捐了很多钱呢 啊, 啊也有建寺院呢 啊, 啊也有捐做慈善呢 啊, 啊这个做了很多救济呀、啊、哦，只是讲了一会儿，阿弥陀佛笑了，就说，嗯，看来啊你连你是谁你都不知道啊，你还是再回去啊，等你知道你是谁，你再来找我好吗？啊，就这样哦，他就醒回来了啊。嗯，这件事情我确实去跟郑时彦老师做过一个确认哈、哦。我说，老师啊，这是你编的故事还是这个真的啊？哈、哦，郑老师说，我哪里是编故事的人？他说，这个太太来找我做諮商，因为呢，她有这么一段经验体会哦。她醒过来之后，她一直问自己，我是谁？啊，到底我是谁？谁是我？我如果再回去要怎么样可以进得了门啊？他要参这个答案，他找郑老师諮商啊。那么我这郑老师说，他其实他变了一个人一样的，不会像以前那样啊应酬啊虚荣啊啊名牌啊这些啊，反而比较踏踏实实的想要过真的自己要做的人要过的生活啊，这样子哦、啊、这个刚刚讲说人往生之后到哪里去，这是一个大的话题、啊、但至少呢这个人要死得好，前提是要活得好，你只要好好的做好你这个人，真的像大师讲的、哦、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啊，你是不同的信仰，你会去到不同的地方、啊、有些人他去到天堂，有些人他去到净土，去到极乐世界，有一些人他趁愿再来回到人间啊，再继续啊，来发挥他生命的意义啊，就是人死不一定为鬼，人死亡不是终点啊，死亡是一个新的起点的开始啊，但这个起点要起得好，你现在每一个当下啊，你都要踏踏实实的活过，好好的活过啊。今天的美丽新世界啊，我以这个问题做开场啊，也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知道你的方向，祝福大家，阿弥陀佛。